高尔加伊这边，麦克唐纳也想还一个，但是霍尔曼，赛前就说了，他的身板还是放在那边的，你很难作答，很难打他。进去林志杰，很顺畅，是就像林志杰的发型一样，相当潇洒的一个球。好，来一下硬抢啊，科斯纳。觉得其实现在既然同期在场上，三个外援都在，还是应该像这之前第一节一样，是走起来，活起来，对吧？同时，咱们 PPTV 第一体育跟 PPTV 旅游也是携手推出了《灌篮高手》圣地巡礼，2015年的1月20号到25号啊。